Hello， 大家好，豆豆果果又跟大家见面了。热播的台剧《想见你》终于大结局了。有细心的剧迷发现，男女主许光汉和柯佳嬿都曾出演周杰伦歌曲的 MV。许光汉是周杰伦三年二班 MV 的小男主。柯佳嬿是周杰伦《风》MV 的女主角。剧中还有多处细节致敬周董。许光汉饰演的李子维在剧中的班级就是三年二班，而许光汉曾是三年二班 MV 的小杰伦。手指戳脸杀、弹钢琴等，则让人瞬间想起周杰伦和桂纶镁《不能说的秘密》里的情节。猜猜我是谁？嗯，真的很幼稚哎。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。当我重点是柯佳嬿还有小桂纶镁的称号，不过很多网友表示或许这就是巧合吧，但总而言之还是和周董有不解之缘啦。好啦，豆果闪现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